不好意思，忍不住，因为他太帅了，我怕我不要跟别人分享，我自己独用。好，全世界的帅哥美女，拢在这。全世界的帅哥美女拢在你家，啊，今仔无来，拢不是帅哥美女就对了，拢唔对。好，全台湾，话声上大声的，嘛拢在家咧。啊，只有这样而已哦。我跟你讲。我刚刚说，全台湾喊声最大声的也都在这里。我一直很紧张，因为这场演唱会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。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？一般前面是摇滚区，哎，有啊，啊，咱迄个摇滚阿朱阿花伫遮，哦，贵妇区吼，啊，贵妇区。哦，我刚刚是他对啊，我刚刚好像走进动物园里面。阿拉贡，野兽区啊，野兽区。对对对，今天的摇滚区在后面。我没有看过摇滚区这么多人的，全部都是摇滚区吗？后面的你们也是摇滚区吗？为什么这么嗨？你们吃了什么？不一样哎，而且来的都是年轻人。因为老人昨天晚上喝醉了，今天头很痛，烤肉烤太久，而且太多了。对，电视节目也不太好看，为了要省钱。家里又没有开冷气啊，所以年轻人都跑出来了，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感觉。好多人哦，是因为中秋连假的关系吗？还是说？哇，你看呢，大姐都会上来，是因为阿妈，阿妈，我哪太羡慕了，少来了，老少来了。屁啦屁啦，你讲屁啦屁啦，你讲你等迄个看有迄个，我感觉是，哎呀，坦白讲啦，看就知道了，因为地方的预算不够，所以才找我们这种人景村乐团，朗间村呢，朗间村的来，哦，你们的预算要够的话哈。我估计你们本来以为你们只有前面的野兽区这样的人而已，所以你们就把那个钱就花在我们这个便宜的乐团的身上。明年呢，你看后面这么多人，明年一定是五月天的啦。我要掌声，我要掌声。你说了算了，你是县长吗？少来了啦。没有啦，我们不过很高兴啦，因为刚刚唱到第几句了？第二句。唱到哪个呢？哦，第三句。接着。第三句。全世界帅哥美女拢在那家。有牙手的拢是帅哥美女，啊，若无牙手的呢？是阿边那出力？啊，帅哥美女的牙手来。请举手，耶、yeah ！我自己认为是我是帅哥美女的哦。阿伯给他去我怎么知啦哈？好，选我。全台湾上热情的麦拢在这里。最热情的也都在这里。老人甲行官的拢先转去，少年的拢在咧这。既然是少年的，
今天晚上我们爱唱到天亮，唱到天亮，唱到天亮。你叫叫要变成脱口秀啊呢？无啦，我感觉是安怎？动物区，动物区的大妈拢伫咧扭扭来扭去，啊你看，有没有动袂掉呢？他们在等这一首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个哦，摇滚区的年轻人，没，因为我们没有保持好那个安全距离哈、哦，所以嘛唔知变哪扭来扭去，啊唔知变安怎处理。结果呢？啊，你要讲啥？啊，要叫摇滚区弄进来哟，一起跳好了，好、哦、一起跳哈、哦，前面一起扭动，前面一起跳起来嘛。找一个不认识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尽量找这个不认识的，是不熟悉哈。两个人一组啊，我们就在这边跳 Tango， 或者是你想要跳。啊，不，这是这种的是剩下。哦 ，Disco。啊，恰恰，恰恰，我来，来，恰恰，阿勇哥来，哎，嘿嘿，阿娘，你敢也会知影？有你的我头一只画饼，甲咱人路都是个手纸，为何你是只头一只鬼？哎呦，我们的这个观光协会。全部的人都看他们两个就好了。啊不，阿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不，恁两个来，恁两个起来好不？好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的这个理事，董事长，董事长来，请来来。还有我们的这个摇滚区的理事长，理事长，好来，理事长。来，有请有请，请到台上啊！要修哦。哦，这个衣服都准备好了嘛？沙龙已经穿好啊。大家，今天是中秋节嘛，对不对？就把它当中元节好了。来，不要吓到人。所以你们跳就对了。董事长跟理那个理事长的工作是那个跳舞。我家，我的心情都不一样。我的爱变得那么浓。上面的人要唱了。爱我的故乡，今麦你敢也有谅解？我地来离开是肯定的，所当都爱唱。